Hello， 我是车品品小食的士头婆 Florence， 我们最近在大角咀上了楼重开了。原先呢就想做好像杂货铺那样的，不过呢我们都现在都开放着空间呢，就给大家坐下来吃下小食啊，都是些轻食开心一下啦。其实呢车品品以前都卖过糯米饭的，最近呢就都是出返啦，不过就好小碗，即真的我们现在一路主打那些是小食啊轻食的类型啦。腩炒酱就望落好似腩菜嘅，其实呢是腩菜、腩角同埋西式的黑水腩。以前大家都鍾意嘅碗仔翅呢，呢度都继续出现嘅，家用冇真翅嘅碗仔翅版嘅味道。咁就赤肉啦、冬菇啦、木耳丝同埋粉丝啦，菜谱都继续会有嘅，咁我嚟配佢都係好嘅。車仔麵呢就應該不會再出番的了，其餘的小食都會慢慢再加番的種類的，例如是麻不辣啊、豬手啊。紅豆沙呢就會遲一點先出啦，因為事實上個價格陳皮的價格也都升得很緊要，等我計算數先。